随着新一代主机的公开，微软也同步带来 Xbox Series X 独占大作《地狱之刃2：塞努亚的传奇》。这一款获奖无数、广受各界好评的动作冒险游戏续作，主角同样是身为战士的塞努亚，承受着因为一次海盗入侵而造成的心理阴影。塞努亚将在这个以凯尔特人和维京人为主的北欧世界里，再次展开惊心动魄的旅程。惊喜的是，这一次展出的预告片并非 CG 动画，而是以实际游戏引擎所呈现出来的实际游玩影片。看着如此精美逼真的画面，各位玩家是不是开始期待本作的到来了呢？